处理问题呢，就是禅修上的各种问题，处理困难的能力取决于你的态度，取决于你的心态。我们遇到问题要处理问题，处理问题最重要取决于你的态度对于各种修行的这种逆缘呢，各种问题出现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心态。这个课程很多讲的，我看到很多问题十几个问题，但是呢就一句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发生的一切都是佛菩萨对我们最好的加持。你只要有这样的想法呢，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面对痛苦的时候不回避不退缩我们是了解事情的真相。面对痛苦呢我们呢能够坦然接受。那身体疼痛肯定是在宵夜是吧，你高兴就好就可以了不管它多难受你都要知道这是在宵夜，或者你还也可以忏悔，就是知道自己肯定有些业没有忏然后现在翻出来了，没有好好忏悔有些人不愿意修忏悔法门到时候业翻出来你很难受。对失去知觉的就是没关系麻麻的或者是失去的知觉什么感觉都没有了，那么呢慢慢的就好了做的时间就会越来越久就像那个前两天那个随觉会上的分享说做五分钟就吓得不敢做了，完全没有必要过去曾经有人为了练腿把这个腿绑起来绑在凳子上绑一个晚上你第二天他就可以做两个小时双盘，也没有听说他腿坏了没这个事什么盘几个小时腿锯掉了，那我估计他那个人肯定是自己的问题跟盘腿没有关系。这个腿盘着盘着他自己就会通，这个气弱的人通得慢，我们道场里就有人分享过他的这个腿麻的时候痛的时候他就修保平气就很容易通把气压下去就把气通过去了都会有一定的效果。就是打坐的时候会体验到各种不同的现象有些人会感觉到刺痛深层的放松轻盈漂浮等感觉，变大或者变小这个都是没有什么都是一种感觉而已。昏沉是很正常的你变得非常平静放松就容易昏沉。在昏沉的时候把你的正念从呼吸转移到昏沉状态上。昏沉有某些特征会影响你的思考过程。昏沉有某些对应身体的感觉，看看它们是什么。这个好奇的觉知正是昏沉的对手，会令后者消失无踪。若非如此你就应该怀疑身体嗜睡的原因，把它找出来并加以解决。如果你刚吃完一顿大餐，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我前一阵子也有昏沉，后来我找到了原因，是他们做油炸的东西给我吃。这几天我就告诉他不要给我油炸的东西吃，我一点主食都不吃，马上就没有昏沉了，昏沉消失了基本上消失晚上也可以打坐坐得很晚都挺好。我有一段时间
可能是太忙了也没注意啊。就是后来我找了一下原因，就是他们给我吃油炸的东西啊。其实我早就说过不要给我油炸的东西，时间久了就忘记了啊，现在都不动念，所以说他们给我吃什么我就闭着眼睛吃。但现在发现还是不对劲啊，油炸的东西不要吃啊，并且主食不要多吃。然后这几天早上就喝一碗稀饭，不吃主食就喝稀饭。中午呢我也基本上不吃主食，然后就吃一点点菜，哎，没荤菜啊。所以说你们打坐的人呢，你要吃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我们原来打禅期的时候就是这样，吃完了以后马上就可以打坐啊，那就吃了三分饱四分饱就可以了。你要吃到五六分饱就都不想做了，就不愿意打坐了啊，就有昏沉的感觉，或者是肚子饱饱的不愿意坐那里。但是你要吃个三分饱四分饱，你稍微休息十分钟啊，稍微散下步就可以打坐了。就吃个三分饱到四分饱是最适合的啊。你饿了嘛你再吃一点啊，就是现在我们的身体要少吃多餐啊，晚上尽量的克制不吃，实在饿了呢就吃点苹果或者吃几个葡萄啊，就是啊，就这样一点点垫一下啊，不是吃几个，吃几口苹果啊，啊咬几口啊就好了，就打坐啊。坐累了下来的散散步，吃一口苹果接着打坐啊，这样的话挺好的，这也是可以减少昏沉的一个好办法。反正我这几天我就觉得昏沉明显的减少啊。所以不要吃的撑的了，那可不行啊！你胃撑坏了，越吃越饿。我们道场我听说有一个人吃很多中午啊，然后一天吃一餐，把胃给撑大了，那样越吃你越饿，到了晚上你还是会容易饿的。你这样的话以后饭量减都减不下来了，那不行，不能那样吃饭啊。那个古代的人他可以日中一食，他吃的很少的啊，不是像我们这样吃一大盘，那还行，他能吃一点点啊，日中一食。你要是能够这样也可以啊，就是不能够饱餐一顿那可不行。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太多的体力活动，搬一天砖那你肯定不行了，还叫你打坐，你不是十分钟就躺下去了啊。不要对睡眠让步，保持觉醒和正念，因为睡眠和禅定刚好是对立的经验。如果你很想睡，那就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憋得越久越好，然后再慢慢的吐出来，接着再深呼吸。这个我也做过，这个都是我自己经验过的事情。就是你早上很困，就是深呼吸啊，使劲吸气，吸到吸的一直吸，一直往里吸，吸到大概我估计能吸一分钟以上，就只要不呼气就一直在往里吸啊，逼到越久越好，然后最后慢慢的吐出来，接着再吸，吸一个三到五次，基本上昏沉就没了，非常有效。昏沉的时候就是这样做深呼吸啊，吸气一直吸啊，闭住将近一分钟，我自己感觉是至少有一分钟到一分半钟之间啊，但每个人不一样哈，你们有些人气短啊，你们都是英雄气短的啊，也没关系，慢慢的就气长了啊。无法专注的就是思想太活跃了。无法专注呢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选择一个你比较容易专注的对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制作某件事情，你必须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啊，你就下坐，你别打坐了，你把这个事情想明白了或者把它处理好了再打坐啊，你坐那里一直想很累啊，你还不如下坐把它处理掉啊。还有呢，你也要考虑自己执着什么啊，为什么要那么执着这件事情，你没办法进入禅修状态
尽量在传输之前解决手边的纷争啊，这就是你手边的一些杂事，你的生活就会进行的更平顺。修行是不会胡思乱想，这个说起来简单哈，做起来呢，就是尽量在生活当中处理问题，尽量的不要那么执着。你执着了，你打起坐来，你还是会想这件事情啊，心还没有平下来，还在情绪当中，往那一坐，还在想。这样的人呢，还是先不要禅修，还是拜佛念经就比较合适啊。禅修的人呢，是往那一坐，基本上没有什么妄念了，马上就可以进入禅修的状态，这样的人才适合禅修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帮助自己禅修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听法，听在你心里面没有什么杂事了，接着就禅修，这样还可以。那如果你刚处理完问题或者心法很多事情，你马上就去进入禅修，你肯定不行，妄念很多是吧，杂念也很多，要不就昏沉累了啊，这样都不行。所以说可以先听听法，念诵念诵，或者把你的事情解决完了放下了才开始禅修。你没有放下，你禅修是没有用的啊，你基本上坐那里是打妄想，甚至更累，翻页障啊，你想了想那神经病了都啊。有些人打坐的时候会想了想的，真的会神经病的，这些神经病不要打坐啊。有精神病史的人都不能打坐的，坐着坐着肯定会出问题啊，不能打坐。我们也不好问是吧，有些人来了有一两天有没有精神病史，这也不好问啊。但是呢有些人来了他不说啊，时间久了就又出问题了是吧，在这里待着待着他的业一翻起来就出问题。所以有精神病史的人不能练气功，不能够乱打坐啊，他得先把这个业消了才能打坐。业没消的人不能乱打坐。内观禅修主要是唤醒觉知的修行啊，这里说得很清楚，唤醒我们的觉知。我们的觉知忘失掉了，就是很容易忘掉觉知啊，把心空掉并不比正念正知更重要。空掉是个什么意思呢，并不是你心安住在虚空的状态中，那个是无色界定。把心空掉的意思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执着的一种心态啊，你虽然也看到一切现象，但是你没有任何执着啊，你心前显现的一切现象你都没有任何执着啊，这个才是心空掉啊。心空掉不是进入无色界定啊，是无边处啊，什么相都没有了，只剩下空境，这个你以为自己证果了是吧，因为佛法讲空嘛，你以为哦进入空境，以为自己证果了，其实那是外道无色界定。佛法的这个空是，你见到一切色相、一切境界，你没有任何执着，啊，没有执着的心态，这个才是心空，这才叫空，啊。佛法是不拒绝任何现象的，现象显现的是很正常啊，是吧？你没有执着的时候思考问题，那叫妙观察智；那你有执着的时候，那就第六意识，就是有无明和执着在里面，就是第六识，分别念。如果你的心很乱啊，那呢，你还是要修，努力作意啊，把你的心转到这个。观这个无常啊，观苦啊，观无我这个上面来，然后观修菩提心啊，就是要观察修。你说这个只是观察它，看着它，你还没达到这个境界啊。一些细小的杂念是可以这样的，看见它，就可以了，然后它慢慢就没了。坐那坐一个小时呢很无聊，顺便你还不知道怎么叫禅修，你需要正念啊，你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保持正念很难的、啊、要保持这个觉知，然后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那我们就是无明当中啊，被个我执裹住啊，你无法这个跳出这个我这个圈套，所以说你都不是正念。正念的时候是无我的啊，或者你至少在如理作意无我啊，或者安住在无我的状态，那才叫正念。如果你只要有我执，在我执的那个里面啊，在想什么好事啊或者坏事啊啊，在打妄想啊，想着哎呀我什么我这个出家几年啦，受大戒啦，我要摄受几个徒众啊，或者搞个庙啊，是吧，打妄想了啊，然后做什么佛事啊，明天念什么经啊，明天又来什么居士啊，哎呀你在经营啊，你在经营你的事业呀、啊、你在哪里是修行呢？现在末法时代像我们这样子渡人出家是很难的啊，很多出家人是这样子的，他都不让人家出家，为什么呢？出了家了又少了一个护法了，是不是、啊、他是这样想，他都建议你啊不出家，或者是在你想出家的时候他都叫你慎重啊，他不敢叫你不出家，他叫你慎重考虑，慎重考虑、啊、反正意思就是不太赞同你们出家。师父是不这样的，师父赞同你们出家，当然你要符合出家的条件，是吧？这个应该是这样的嘛，你自己出家你怎么不要人出家呢？这里说无聊，这个就不可能了，无聊就不会去打坐了。如果你觉得无聊的话，说明你都不知道禅修是干什么，观察你的心态。那恐惧是可能是因为你禅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你没有见到过的境界啊，或者没有出现过的状态，你会恐惧，这很正常的，反正他们都是空性的啊。这些境界呢只是你自己变出来的境界，是吧，你唯心所现的。你要想是你自己的心变出来的幻境，就像梦中的境界一样，那你就不恐惧了。啊，你要记住，不管是出现了什么魔也好，佛也好，都是你自己心变现的啊。这是佛来加持你，真佛加持你，也是你的心变现的。啊，当然是跟佛感应道交了，啊，跟佛感应道交还是你自己的心变现，你心不变现，怎么感应道交也现不出来相啊。不安就说明你没智慧啊，你不知道事物的真相就不安了。太勉强呢，就是说明你还没有做出感觉来啊。他这里说，你会发现高明的禅修者呢，通常都是非常喜悦的人，他们拥有一种人类最珍贵的宝藏，那就是幽默感。他们的幽默感不是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那种肤浅的诙谐才能，而是真正的幽默。他们面对自己的人生的挫败，仍可以笑得出来；面对个人的不幸，仍可以自我解嘲，啊，自己嘲讽自己。初学禅修者经常把自身的利益看得太严重，学习在禅修期间保持不要拘束很重要。啊，禅坐时应该尽量的放轻松，你必须学习客观的观察一切发生的事情，对吧？你看这里说的很清楚，客观的观察一切发生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的身心啊。如果你紧张对抗，把一切事情看得非常严肃，反而会把事情搞砸了。就对待自己的禅修也是要啊，保持幽默感啊。如果以前讲过一个，打坐不坐打坐想，是吧？打坐你不要只说自己在打坐啊，道貌岸然那不行。我们修行的人第一个要去除这个道貌岸然的样子。你看我们说道貌岸然，
本来这个是个褒义词，是不是？就是意思说你很有那个修道的感觉，叫道貌岸然。现在你看一听，你都知道了，道貌岸然什么意思？嗯，变成讽刺人的意思了啊。我们修行人不要道貌岸然啊，道貌岸然说明你在装，或者你很紧张啊。打坐的时候呢，期待一些不可思议的结果啊，然后很严厉很严肃啊，然后呢对这个周遭的人呢也很严厉很严肃啊，过于的严厉啊，特别是啊有了一定资历了以后呢，有了徒弟，那就是正好啊，没地方发泄，那徒弟成了出气筒啊。所以说很多人做徒弟做得很难受啊，就像那个做那个小媳妇似的啊，做徒弟。那个时候不是师父在加持他，那师父是在发泄自己的这个纠结的情绪啊。嗯，不过你弟子把这个情绪当成一种加持也可以啊。嗯，这很难，那是你自己的因果。禅修的时候呢，这个紧张的状态对正念而言是适得其反的。紧张的状态你肯定没有正念呢，哪来的正念呢？你没有完全放松，你的正念从哪里来啊？享受禅修，不要让它变成一个苦差事或者负担。禅修是一种享受，你坐下来，放松你的身心，然后呢，提起正念啊。慢慢的观修，对治你的执着和你的无明，放下你的期望和紧张。沮丧说明你还是执着结果啊，太勉强的结果就是挫折，你处在紧张的状态，什么事也办不成。在禅修中觉知到失败和沮丧，沮丧呢是因为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啊。很多人呢就像那个苍蝇一样啊，在那个玻璃上想飞出去，明明飞不出去，但是一直飞，飞累了歇会儿接着飞，还在那个窗户上一直飞。其实我们在禅修的时候也会这样，这个方法错误啊，失败了你要找到错误的原因，而不是继续去重复啊同样的失败啊，那你就会沮丧。还有一些时候方法是正确的，失败是因为力量不够，这也是失败的原因，那个时候呢就要去积蓄力量，是吧？就像你打不过别人，你就别打了，你回去练功去。所以说这个失败呢是要尽快的找到失败的原因，就不会沮丧。抗拒禅修是因为你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禅修方法，没有找到喜悦的方法。抗拒禅修呢，是因为哇，你看到那个做就不想做，是吧？因为心里面呢，可能是有烦恼。坐不住啊，因为你坐那里的烦恼就来了啊，你走来走去可能干事还没什么烦恼，一开始打坐烦恼全来了啊，那难受啊，不愿意打坐。所以这样的人你不要打坐啊，你就好好的去念诵啊，做事啊，听法呀，就是让你有事情做啊，听这个正法也是很好的啊，这样的话就会好啊，慢慢的消一部分的业，或者磕头啊，是吧？或者念诵啊，就是让你有事情可做。你不要急着打坐啊，你一坐下来，是吧？一半的时间超过你都在打妄想啊，偶尔有点正念，那样子是不行的。那就减少打坐的时间啊，念诵一下，就打坐十来分钟、二十分钟，你发现自己的妄念多起来，你又开始接着念诵或者磕头啊。或者听闻正法啊，等你的心静下来一点，你自己的在禅修
否则的话你的禅修很浪费时间的，因为你坐那里都在打妄想又累是吧，想的都上火啊。那下了课又找师傅，我牙痛是吧，或者我胃不舒服，打坐自己做出来的是吧。打坐的时候你没有正念呢，你就是在打妄想，你当然牙痛胃痛啊。本来打坐是越坐越舒服的，我要是一打坐马上就是精神头好得很了，身体舒服得很，哪里会还身体不舒服。那并且会打坐的人什么病都可以治啊，你打坐做得好了，什么病都治好，什么病都能治啊。禅修的时候一定会有问题产生，每个人都一样，但是呢不要害怕啊，你可以把它看成啊这个佛菩萨的加持啊，看成这个挑战，你要找到你的执着点在哪里啊。回光一照，你到底在做什么是吧，你希望得到什么呢，是不是啊。你患得患失的时候你马上就开始纠结了，你那个心一下就不一样啊，就像那个清水马上就浑浊起来了，就搅动起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